鼠村的村民们，我们虽然弱小，但这不重要，我们能够和其他动物和平共处。无论什么坏动物试图伤害我们，只要我们英勇面对，就一定会获得胜利。只要足够勇敢，就没有什么做不到的。我们都要有勇气。你是说勇敢？你觉得自己很勇敢吗？来者何人？这不重要，抓住王子！走！松鼠王子麦卡身手不错嘛。你在说什么？你又是谁？到时候一切自会揭晓。阿舍勒拉维亚。这是什么？快住手！怎么会？你对我的子民都做了些什么？似乎你有一村子的青蛙呀！随意攻击无辜的群众，我绝不原谅！稍后我们还要利用此人，把他带走锁起来。秀智，起床了，起床了，秀智！天哪，他可真懒啊！秀智，秀智，起床了，起床了呀！秀智，起床啊！安静啊！秀智，你还要睡多久啊？你得去上学啦！几点了？对我把你叫醒表示感谢，我希望这下你能够更听我的话。你怎么能天天都睡懒觉迟到呢？我知道了，知道了，快点，快点，快点！看看你一副恍恍惚惚的样子。哎呀，你要听我说啊！今天是星期天，他为什么跑出去？星期天，今天是星期天啊！
你就是个大麻烦，哼！不疼。有召唤，我们走吧。松鼠村遇到大麻烦了。村里最伟大的战士和保护者麦卡王子被绑架了。啊，王子？那么到底是谁做了这件事呢？蛇屋石拉，石拉接管了松鼠村，并将所有的村民都变成了青蛙。蛇屋？是的，这个蛇屋的魔法非常强大，它的力量无法预估，一定要万分小心才是啊。放心，司令官，根本没有什么魔法能够阻止我们。好，出发拯救麦卡王子去吧。是，司令官。迷你特工队变身。变身。飞枪战士，迷你特工队。在哪儿？那边。你们是什么人？我们是迷你特工队，殿下，我们是来救你的。这个笼子里一定有机关，快逃吧，麦克王子！我要和你们并肩作战。不，王子殿下，我们来处理就好，请抓紧时间。明白了，那迷你特工队，你们要保重。你们以为这样就能救走麦卡王子吗？你以为这种伎俩就能阻止我们了吗？啊，难道不能吗？给我上，把那些害虫消灭光。呀呀，走各位各下面该你了，巫婆。你们根本就不是我的对手。我们用光之枪来攻击他。好，光之枪准备。万箭烟火变形。风之剑刃变形。阿什勒拉比亚，接招！这是什么？是魔法！我的身体动不了了。听着，马上放开我们！可怜的傻瓜。阿什勒拉维亚，好可爱呀！怎么回事啊？我们的变身失效了。这就是巫师的力量吧？我们该怎么办啊？现在给你们看看魔法力量。我们。
没有用的，我们不能就这个样子跟他打，我们先撤退吧。好。站住！你们这些微不足道的小东西！呀！露西，嗯，住手！不要！露西！呀！王子，你拜托王子，你没事吧？没事，谢谢你救了我，王子。你怎敢？尝尝这个！啊！小心啊！蛇屋二，小心！大家快离开这里吧！我已经收到了你们的营救报告。我们可是差点变成了蛇屋的食物啊！他还把我们都变了回来。我们现在能做的只有一件事。是什么，司令官？蛇屋施拉对松鼠村素有积怨，很久以前有位勇士抓住了他，他正是麦卡王子的祖父。我的祖父就是抓住他的那个人？那时他使用的剑被神灵祝福，此事在松鼠村世代相传。这把剑深深隐藏在一个山洞里，它是能击败蛇屋的唯一武器。麦卡王子可以找到那把剑，并用它击败蛇屋。没错，如果使用那把剑的话，蛇屋施在你们身上的魔法就会抵消，你们就能变身，村子也能恢复原样。不过，你们要记住，那把神佑之剑只能为真正的勇士所用。明白了，司令官，快走吧，麦卡王子。好。
那么我一定不是真正的勇士。难道没有办法阻止蛇屋了吗？我真是没用。不是这样的，你一定能做到的，王子。真的抱歉了。这一路以来，你一直都在向我们展示你过人的勇气。麦卡王子，我相信你一定是个真正的勇士。露西，没错，王子，你千万不要放弃啊！能做到的，王子，快拿起那把剑吧，王子。谢谢你们，我一定能做到的。神佑之剑，响应我的召唤，我需要你的力量。呀！为了正义！麦卡王子回来了！麦卡王子，我们就知道你会回来的。你们主动回来了。等一下，那把剑是……你记起这把剑了吗，蛇屋？你以为我会在同一把剑下失败两次吗？枪！怎么会这样？你拦截了我的魔法！神巫，该你品尝失败的滋味了。啊！撤！我们又变回来了，看起来该我出手了。我不会让你们轻易逃脱的，蛇屋，我赐予你黑暗的力量。我们召唤特工汽车吧，特工汽车出动，出动！我们要在他施展魔法之前攻击他。那蛇屋的力量太强大了，如果不拼尽全力的话，我们很可能会输掉的，特别是那条尾巴具有超强的威力。好，攻击的时候千万要保持距离，大家开始攻击。什么？刚才是怎么回事？我们不能就这么输下去。金枝羽翼发射！
见了。什么？他去哪儿了？福特，我们的特工机甲快承受不住这种压力了。难道就没办法打败他了吗？如果我们用特工机甲最高的水准攻击，他就逃不掉了。可那样也会很危险的，将会耗尽我们所有的能量。没有其他办法了，大家把攻击输出设置到最大。好，那我们就赌一把。成功了，太棒了！现在我们都用特工武器来攻击。特工武器，准备，准备！飓风之剑，风暴机枪，电光双枪，雷霆之弩。开始攻击！呀！接招！飓风之剑！是迷你特工队救了我们，我们不会忘记的，我们还会再见面的。怪兽的秘密一，奈恩大人，传说中的怪兽森林守护神出现了。森林守护神？我从来没听说过。他是森林的守护者，如果我们抓到森林守护神，以黑暗能量灌输他，最终就能除掉森林里的动物们，包括迷你特工队。哦，是吗？这个计划听起来不错。攻击这个可怕的怪兽！导游，你们在干什么？住手啊！住手！给我闭嘴吧，怪兽！开火！开火！别这样！别这样！别这样！住手啦！传说中的怪兽，我想这种攻击对你来说是没用的。森林守护神，现在你得听从我的每一项命令。你就别再做无谓的挣扎了。
我会给你更强的力量。快点听我说，我想到一个很好的点子，会让秀智回家的时候大吃一惊的恶作剧，很有趣吧？福特，你知道秀智一定会吼你的。就是啊，你从来都没有幸免过。嘿嘿嘿嘿，这就是今天我一定要雪耻的原因了。哎，好傻，那种幼稚的游戏只适合小孩子。嘿嘿嘿，其实真相就是呢。赛米，你害怕秀智对着你吼叫吧？你就在一边看着吧，胆小鬼！你叫谁胆小鬼？我要让你看看怎样才能真正吓到人。看，怎么样？我的计划天衣无缝吧？秀智，这事情是……过分了！你怎么能让他这么伤心呢？等等，我们都是一伙的。你这话是什么意思啊？我只不过是从旁协助你嘛。可是，这也不是有多严重的恶作剧啊。这就是严重的恶作剧，得有多糟糕才能让他哭着离开啊？可我只是……是紧急呼叫，走吧。等一下，森林的守护者，森林守护神在300年后回归了。你说什么？森林守护神不是只是一个传说而已吗？由于它消失了很长时间，才被当成一个传说，可绝对有它存在的证据。没错，帕斯克已经抓住它了，并将它妖魔化。再这样下去，它就会成为动物和人类的真正威胁，这正是帕斯克希望的。把他给救出来。由于黑暗能量的原因，他变得更危险了。但是你们不要伤害他，这很困难，但我相信你们一定能救他回来的。不用担心，我们可是很擅长这种任务的，就放心交给我们吧。很好，那么立刻行动吧。是，司令官。迷你特工队，变身！变身！战士迷你特工队，不止一奋斗有冒险，不管有多累，最强战士迷你特工队。现在臣服于黑暗力量吧，你会感觉很好的，更不用说会变强。谁会相信你胡说八道啊！你这个骗子！你利用好人进行邪恶的勾当，不可原谅。难道你们还没有打够吗，迷你特工队？你们都在干什么？给我上，干掉他们！
光之枪，准备！准备！你们对付林氏姬，我去救森林守护神。好！万箭烟火变形！森林守护神，你还好吧？你以为我会让你们把他带走吗？露西，保护森林守护神，其他人和我阻止帕斯克。好，好，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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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今天我暂且退下，可是你们记住，森林守护神他一定会回到我这里的。只要有我们在，那种事就不会发生。那就等着瞧吧。他好像伤得很重啊。真希望他能快点恢复呀。我想他睁开眼睛了。你觉得怎么样？你还是不要乱动的好。这个地方很安全的，你可以在这里好好休息和治疗伤口。没有什么能吃的东西。我们已经完成了对森林守护神的分析，现在他被灌输了黑暗能量，就别无选择，必须服从我们。很好，做得非常棒。